啊，为期8天的赛程啊，都会在今天画下最完美的一个句点。那希望，当然相信各位小朋友在这8天的赛程，你们以球会友，然后互相切磋球技，家长们热烈的支持，成为小朋友球队最重要的后盾。再次，小朋友给各位家长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看了教练做之后就会学起来。再来右边，身材的优势，有速度，又超了回来。哇，好球！突然了一个大跨步哦，找出了一个空档，给前面哦。江凯琳又来了，吼吼，小抛投，更高。这边犯规进算，小上加一个犯规。蔡杰鑫，对他上来了，这个是他们昨天哦，等于是击败武林挺进冠军战的一个关键哦。一上来小上加一啊，你看他就是因为。一般组的就是每个人要上两节了，哇！再来一个追魂锅，还火锅。他感觉跟这个丽人的林佑安哦，就刻意这样错开了，那会造成这样好像王不见王哦。哇！一上来果然，这个高打板进了哦。再来，中距离有了，进，哇，这是这男生都不见得做出这个动作了。这一次的女生组的冠军即将就要诞生了，剩下最后的2秒钟，出手没进，但时间也到了。这一次第53届全国少年篮球的女子组，由高雄的光华女篮啊，完成了称霸全国的梦想。30-21击败了这里是非常强劲的丽人国小。总算拿到2分，被你挡下来慢下来哦，不然他一直往篮筐过来的话，弹进。
外线的机会，打板进、哦，打板。嗯，这南澳真的是，反正深度也很够哦。针对性的防守，不会让他这么好拿球，因为他一拿到球真的很麻烦。精彩的切入，呵呵，找到一个空档，这个变成一对一的方式，放单边又挤开，哇！哇，这时候要被苏耀给跑起来了。跑起来就没办法了。冠军呢、啊，就是由宜兰的南澳抛下了最后的冠军彩带啊，五颜六色，蛮漂亮的。他们也确实哦，打出了一次非常精彩啊，非常难得的整个系列战啊，几乎每一场比赛啊，都是这种大比分的一个分差哦、啊，击败对手。这场比赛面对了非常强劲的力人哦、啊，也是拉到了14分哦、啊，但是力人这边也是永不放弃啊。撑到了最后一秒。